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演员刘秀薇，我是一名主持人、演员加 content creator。防晒对我来说是保护皮肤免受有害紫外线伤害的必需品。如果不做好防晒的话，那很容易就会晒伤、脱皮，甚至是呢会有皮肤癌的风险。只要做好防晒的话，就可以避免这一些啦，还可以减少皮肤老化的速度，更可以保持皮肤健康。我选择防晒霜的话，主要考虑的是不黏腻，再来我的皮肤呢，就是属于比较干性的，所以保湿也是我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。另外，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呢，高 SPF 还有抵御 UVA、UVB， 还有蓝光，都是我考量的因素。更重要的是呢，它可以防水防汗。这一次参加这个 trip， 我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很久没有跟朋友一起出来玩了。再来就是呢，我了解到了防晒的重要性，只要做好防晒，大太阳一点都不怕晒。Sunbrand Ultra Shield 防晒霜，挤一挤，高效防晒，多点击我吧。